정말 다르다. 많아. 내가 너 스마일 진짜 아니잖아. 还卖鱼卖肉的小店，嗯，都在这边。南海飞网开机大吉！这两根麻花辫儿，反正就这样，男孩性格是吧？很淳朴，很接地气儿的一个姑娘，所以我演的过程中是非常舒服的。这可是国营商店，少跟着撒酒疯。要进派出所，出门左转。其实马燕一很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。买牛高。就这俩。所以他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。我也为自己做回主，就是血本无归，我也不埋怨。你说我不知道你这时间咋过的？那你知道我这时间咋过的吗？对不起，他们父女俩这个感情是他们俩的关系。Ha ha ha!